九年贺岁烟花汇演，二月十七号年初二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。观赏烟花时，记得保持地方清洁，爱护公物。若人多挤迫，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。在海上，船只切勿超速超载。当日有些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，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